家好，欢迎收看《行走 TIT》，一起走进原住民部落。我是格德格。截至111年底，台湾的原住民族人口数共有584000人，其中拉鲁瓦与嘎纳嘎纳姆两个族群是原住民族人口中最为稀少的，两族的人口加总不到1000人，他们主要分布在高雄市的桃园区与纳玛夏区。而本集节目将带大家来到纳玛夏区的玛雅里，这里也是拉鲁瓦与嘎纳嘎纳姆主要居住的部落之一，并且与本地人口较多的布农族相互影响着。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玛雅部落的故事。天气晴朗的假日，玛雅里的市集上醒目的全猪烤肉令人垂涎欲滴。纳玛夏区位于高雄市西北隅，东临桃园区，西北与嘉义县阿里山乡及大埔乡相望，西南接台南市南化区，往南与甲仙以及桃园区接壤。在不同时代的生活因素下，不同族群陆续迁徙而来，形成了多元文化的风情。我们这边是高雄市纳玛夏区玛雅里，那我们这边的总户数大概200多户，那人口数有840人，那我们这边居住的大概都是布农族，那还有一些卡纳卡纳富族、拉鲁瓦族，还有少数的排湾族以及泰雅族。那么以前这个玛雅有3个村落，前面一个叫做南伊沙罗，那我们叫玛雅镇，然后名称叫做达卡纳，那是在清朝以前我们本来这样的命名，后来日本来了，我们就叫做玛雅镇，玛雅镇是玛雅乡的意思，玛雅镇是用我们玛雅里来命名的，因为那时候行政中心都是在我们玛雅里，在这个旧国城那一带，那时候在日据时代都是以我们玛雅里为中心，因为它中间它可以看两旁的那个民族跟民，它这样监督比较好看，所以说以民间就是玛雅里为取为那个乡名，就是玛雅乡是玛嘎国，在日本是叫做玛嘎国玛嘎镇，就是用那个玛雅里这个玛嘎镇来命名，用来取为乡名。纳玛夏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文献上的记载是出于荷兰时期的热兰折成日志的记录，嘎纳嘎纳姆族长老曾参与荷兰时期的北区地方会议的记录。日治时期时称作玛雅郡社，光复后于民国35年2月成立乡公所，又于民国37年改为直隶高雄县政府玛雅乡，民国47年改名为三民乡，民国97年改名为纳玛夏乡。因为东部原住民很多，那么我们刚看到是比较温和的民族，就不像跟人家争争吵吵，所以可能被欺压，在那个东部被欺压，所以我们就迁徙就离开这个东部，在离开东部经过这个屏东这个大武山嘛，就在这个道上来来回回来了不知道多少年，已经消耗了，已经在这路半路上死了可能也不少人了，好不容易就迁过来，那是沙洛跟刚刚他们一起迁过来的，但是沙洛呢是留在桃园那边，留在差不多复兴啊，那个叫做复兴嘛，差不多复兴镇以下，复兴、清河、桃园、高中，差不多他们的生活领域在，然后呢延伸到这个宝来、六龟、美浓这个地方是就是沙洛的山东领域的哦。最早从东部迁徙而来的嘎纳嘎纳姆族，相传在圣山藤包山曾与甲仙区的族群发生严重冲突。远远望向这座圣山，那曾经烽火的故事远去了。而拉鲁瓦族原本生活在桃园区，随着布农族迁徙而来而定居在玛雅里，
成为纳玛夏区唯一的拉鲁瓦部落。差不多民国十年、二十年那段时间的时候，那个日本人看我们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嘛，那么部落人导演的部落就比较多嘛，所以日本就把强制把那个导演的那个部落就建过来，就移过来。但部落就跟谁呢？沙洛一起来的，跟沙洛部落就跟沙洛一起来的。那么为什么沙洛跟布农就一起来？因为在导演的时候，那个布农就跟那个大洛有同婚嘛，所以他们等于亲戚了。他们亲戚的，他们可以一起来，他们可以一起来。所以第三辈的原住民的出现进来就是布农族跟沙洛。再过来是白湾族了。白湾族是民国四十五年到四十六年，从哪里？就你们山地门向的那个德文那边迁过来，还是那个安波。那边迁过来的，因为那时候听说你们冰冻那边好像今年一样旱灾的样，旱灾的不得了，所以那个小米啦，那个芋头都干死了。这个本来这个州是很耐旱的，但是因为干旱的关系，所以都种不了，所以会饥荒，所以他们只好是逃，到我们这边。民国四十五年、四十六年就进来了，白湾族。然后到了民国四十八年。就是搬的是北部的那个湖心乡的那个湖心乡的代案，然后就是三八年一代的，就经过来了很多人呢，差不多可能还是三十几个人，三十多个人，迁到我们这边。他们是比较聪明的，知道因为要分配山地保留地嘛，他们北部的山地保留地已经分完了，我们这边还没有划分，还没有测量。他们就在就赶过来，到这边是赶上划分土地，所以他们这边土地都很大，像山顶上他们都是五公顷、十公顷，都是占到很大。那么我们那个刚刚那户是本地人了，我们的土地面积都是，不是那个两分地、三分地。原来不同族群间的相处会留下这么有趣的故事，而噶纳噶纳布族与拉鲁瓦族曾经被划分为与阿里山州族同为一个族群。被称为南州，而这错误的原因是有时代背景的。后来两个族群分别证明，而曾在八八风灾中重创部落产业，现在族人走出了自己的路。那你都是几捆这样子，几根几根这样？就刚好一只手啊，没有算，然后再到时候就刚好大概十一两了，这样弄一弄就十一两。那你说大概是几天采一次？像现在是夏天，大概四天到五天就会采一次，然后冬天的话大概十天，因为长比较慢。部落产业哈，它其实非常多元，对，那它有一个分割线，就是在八八水灾的前后，然后再来就是二十年前。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整个经济的来源一直不断的被社会的一个时代的变迁，然后去导向。对，在二十年前，我们大概就是以梅子啊、芋头，还有生姜，好等等这些，而且那时候还有种一些小米、树豆，这些量产都很大啊。马祖啊、贵族，五年前、六年前开始种植，因为有人先进，那个外面的那个假先的人有先进来种，啊就觉得不错。那所以部落现在大概有多少的人在种这个？你说玛雅里吗？玛雅里大概一半吧。我大概是高中的时候，不敢说是我们是第一个种的，但是第一个卖的应该是我。对，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晓得水蜜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结果以后我们甚至连套袋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很多的动物会来吃，对啊，这些动物就可以抓来变成我们的蛋白质，对。后来慢慢的很多的游客啊朋友来的时候说，你这样子的卖法不 OK， 然后慢慢的就给它修正。那我们大概水蜜桃的在纳玛夏的年龄应该有二十五年，对啊。那时候当时的乡长刚好也是我父亲孙荣显，对，他就觉得这一个区块对纳玛夏可能以前三明乡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所以他就很大量的去宣导，对，啊那时候宣导总共有，水蜜桃、甜柿、苦茶，还有芒果，对，这都是比较属于高经济价值的，
那确实在那段时间，大概整整有十年多的时间，大家的收益是有增加的。假日市集迎来大批的游客，新鲜的龙须菜，鲜甜的水蜜桃，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农特产品，形成部落特色。在旧部落的台地上，还遗留着日治时期的学校遗址。这里以前是日据时代的国小，那可能教室的当时的教室可能应该就是在这个上面这样子一整排吧。我有看那个相片，好像是这样一整排，然后这就是司令台嘛。从瞭望台上俯瞰玛雅，许多农园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农产品。假日往部落走动，常会遇到不同的惊喜哦。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年当中有许多有非常多的祭典，包括二月到五月的拉鲁瓦族的背神祭，以及卡纳卡纳富的和祭，还有我们布农族的社祭，以及十月的卡纳卡纳富族的米贡祭。这个纳玛夏区是还蛮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因为早期在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我们的部落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就在这边，然后后来国民政府进来以后，就是被强制要迁下去，因为那个路啊，他们不要往上面开，他要直接从河床旁边开，所以我们就被迫迁下去。然后刚好我爷爷那时候是代表会主席，对，然后跟一些亲戚啊朋友就讲好，就是把一些土地就捐出来，然后就是形成现在的玛雅里社区。那我也很庆幸，就是说这个社区是有规划过的，对，不管你要做任何活动啊，做任何的一个配置哦，在有规划过的社区就比较顺利。齐老说，在纳玛夏的泰雅族人当初主要是从桃园市复兴区迁徙而来。在当时而言，那是多远的移动距离，是为了能划分到保留地而来，动机也算是强烈吧。文物馆里展示的是不同族群的文物与故事，细细看这些衣饰都已经是在走混搭风了，这也是族群融合的现象了。许多原住民族区域的地名因为时代的转变而被连续更名，每一次的变更似乎都在挖走记忆的砖块，使得人们与地方的连结日益淡薄，也模糊了对地方的理解，如同切断了文化认知的绳索。对于地名及历史记忆的侵袭，期盼能够透过后人的努力在未来得到遏制。休息一下，下一段报道将带大家来一窥神秘的拉鲁瓦圣杯记。2014年，拉鲁瓦族证明正式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第十五族。他们主要分布在高雄桃园区的高中里、桃园里以及纳玛夏区的玛雅里。而圣杯祭是拉鲁瓦族相当重视的祭典，是由农耕记忆中祭祀背神衍生而来。今日的节目，我们有幸能全程记录在玛雅里所举办的圣杯祭，希望透过镜头能让更多人认识这群背神的子民。相传很久以前，拉鲁瓦族人与小矮人曾融洽地一起居住在日升之地。小矮人被一种传世的圣杯保护着。有一天，小矮人要迁徙别处，离开前，他们把最珍惜的圣杯赠予给最后一个离开的美兰社。美兰社的祖先得到了12颗圣杯，代表着不同的祝福与法力。于是，族人就依照矮人的方式，开始有了圣杯祭的祭仪。拉鲁瓦族目前登陆的人口数仅有400多人，日本时期以来一直被归类为州族，和卡纳卡纳布族合称为南州。经过漫长的证明运动，终于在2014年被颁布为第十五族。
圣杯祭是农作收获的二至三年间得举办一次祭拜圣杯的大祭，是全社群的族人共同参与且场面最浩大的祭仪。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纳玛夏，我是纳玛夏文物馆的策展员毕勇，伊斯马哈山，伊斯利端，那布农语叫做 Bium， 伊斯马哈山，伊斯利端。那欢迎大家来到纳玛夏。好，接下来呢要介绍到我们拉鲁阿族的背神祭，那也称作圣背祭。那以前呢祭期是六天，至少六天，那现在也是为了传承，所以我们用一天的方式把这六天的祭期全部一次走完，就是我们这个拉鲁阿族的圣背祭。在以前呢耆老有讲过，要举行圣背祭之前呢，他们会先把这个贝壳来去看一下，说哎，这个贝壳回来了没，如果说有回来了，那就表示说这个祭典可以如期举行。好，那当然在举行祭期前呢，他们就是会用梦占的方式，如果说是好的梦占的话呢，那就会来去如期的举行。那背神祭呢，它十二个贝壳有它特别的意义存在，分别是勇猛狩猎、健康食物、驱魔勤劳、平安驱懒、状元守护、聪明跟风雨神。好，这个就是我们背神祭里面十二个贝壳的能力。那前面有讲到，贝壳会回来，就是因为在记录当中呢，有耆老他们把贝壳收好放着之后呢，祭仪整个结束了，然后他去打开来看的时候，贝壳不见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拉鲁阿族里面的非常神奇的一个传说。好，所以等到下一次祭仪要开始前，这些贝壳才会再回来。圣贝祭的仪式从清晨就展开，火坛的篝火照映着宁静树木的仪式。没有电。老母，老母。举行的过程呢，有分好几个步骤，有六天，那我们一一来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迎神，迎神，那就是有一点类似于，签到的概念，就跟天神讲说，我们来，我们来了。那第二天呢，赐猪祭的话呢，就是将这一只猪呢送给天神，当作送给天神的礼物。那第三天呢，请出背神，就是要将这些背神呢从这个瓮里面取出来，那倒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面给他喝酒。那祭司会去看说，这个贝壳脸红红了，后表示说喝足了，那就可以继续下面的步骤。拉鲁阿族的乡亲族人，恭喜你们，因为你们的努力之下，我们的文化语言在纳玛夏继续传承，我们纳玛夏族群融合比所有的乡镇还幸运的地方，我们可以亲近各个族群不同的文化之美，真的是在此恭贺我们的拉鲁阿的族人。那拉鲁阿族人是非常优秀的民族，不管你是哪一族，你一定要去参加你的祭典，因为文化语言跟我们的人是合在一起的，有文化语言的这个在身上，更显出帅气美丽。第四天慰劳祭呢，男子们会拿米饭给祭司吃，这就是慰劳祭，因为祭司他必须六天都一直在去带领着这样子的一个祭仪。
虽然说有助祭，但是他还是一个最主要在祭仪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角色。那再来第五天驱魔祭的话呢，好，部落的男生好会拿着他们的弓箭啊武器好去敲打家屋，好，然后并且嘴里念着他们的主语，希望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能够赶出去，赶出去。那接下来呢，女生她会拿灰烬，好，拿那个烧过的灰烬撒在家屋的附近，或撒在家屋的附近，然后也是希望呢这些坏东西离开之后呢不要再回来，好，不要再回来，好，这就是我们的驱魔祭。好，那驱魔祭呢还有一个，他男生呢会拿着弓箭点火，然后并且跑到祭场的附近，好，将这个弓箭射出去。那射出去之后呢，就是希望我们连这个祭场哈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不会有不好的东西。好，那再来第六天就是团猎祭，哈，他们会把去打猎拿到的猎物带到这个祭场来去做分食，好，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哈，我们来年都能够非常的顺利。然后呢，最后大家就会聚在这个祭场当中呢，喝酒、唱歌，然后一直到整个结束。好，这就是我们的备神祭，哈。拉鲁瓦族的分布除了纳玛夏区的玛雅里之外，还有桃园区的桃园里以及高中里，各社都会各自举办圣贝祭。在这次的祭典中，看到许多原本在外地工作或求学的年轻人都能回来参与，为部落文化注入传承的活力。拉鲁瓦族的圣贝祭在日治时期被禁止，连带的影响传统文化与祭仪迅速凋零。直到1993年，因为一次的演出机会，让族人得以回想与拼凑记忆内容，并恢复每年举行，再度成为族人传承文化的重心。而现在玛雅部落的族人也努力维护自身的独特样貌，让玛雅部落成为拥有独特人文景致的所在。感谢您今天的收看，行走 TIT， 我们下一个部落见。